大家好，我是小茉莉。从这集开始，我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本溪水洞内的神奇故事。本溪水洞处在郁金山山腹中，郁金山属辽东山地，为千山山脉的东北边缘。全洞分主府两洞及向外流水洞，主府两洞相背而生，主洞为冲水溶洞，是一条长达3000米以上的蜿蜒幽深的地下长河，河道曲折清澈见底，故名九曲银河，可供游人乘船游览，往返4600米。主洞为旱洞，长280余米。今天我们走进这斗拱形的本溪水洞洞口，就能看到宽阔的紫霄宫，前面是水洞，右接旱洞，左连界水口银波洞。水洞状如巨龙卧在山中，只见其头不见其尾。时至今日，谁也不知本溪水洞有多长，尾端在何方，也不知这洞中有多少洞穴，多少泉眼。从古到今，人们探索着这座幽暗奇特的洞天，传颂着谢家崴子水洞那一个个古老的传说。